我们就随便玩，慢慢玩吧。急也急不来了，我发现。每把总会有傻的，没办法。分段低的时候是这样，高了就越来越好打了。英雄联盟。哎呦我去！真吓人呢。可以，反应好，反应。完了，下路这俩人不会死了吧？这一级我肯定是拼不了了。别打了，我觉得打不了。不能打，不能打。全军出击！一级打不了咋办呢？不咋办呢？升三呗。等到三级不就行了吗？俺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，让他推线呗，等到三就完了呗。有的兵能补就补了，补不着就算了。给我补这个。假的会不会补刀啊？哎，好炮车！还行吧，这波把他俩杀了，不亏了。不过几招。
打得好呀，单三了，舅舅，感觉没闪，哎，快跑！我离你有点远，我小弹一波。我六级了，对面挖他这边打野是四级，这不我要去入侵一波他，他也去，他下个红满斧要搞他一波。嗯，这麦真赛博呀，是吗？我感觉西瓜的麦还行啊。啊，我的麦声音怎么了？稍微有点电音，他们说你。哦，那是游戏语音，那个好像有点问题。有点电音，就是游戏内开语音。我之前跟那个说你有赛博风，好吧，赛博朋克。千珏没来吧？千珏把他杀了，兄弟还没复活呢。那我终于可以舒舒服服的吃一波塔皮了。我就发现呢，我每次给他们一杀完，就老来人，讨厌，永远也吃不着一波塔皮。瑞文去中了啊，在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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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中走，最好别往左边走，别往左边走。行行行，你不行，这波去下半段可以。我清一波，然后过来找你。嗯，好。他在我这儿，能走吗？我跑家了。吸血鬼要打了呀？打呗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来了。为什么不打呀？可以打呀。想跑呀？大宝，过来过来过来！我操，这人这个多呀！哎，我上当了，兰兰。你确实是上当了，这人太多了。看看能不能杀吧，也不行。我不该去杀他的。主要是派克过来了。他派克不过来也不能杀，因为中单回家了。我们中单没有用的这个人。塞拉斯也来了，上单了，这不打的有点自私，好玩的。还
行吧，我把他杀了。哎，我这把可以买鞋啊，我忘了我可以买鞋了。等三十秒，我大招好了，把这瑞文杀一次，就结束了。瑞文又来找我了，疯了吧！去休那个几年，再来招俺老孙吧。这样跟他换，这样换好亏。这样子换的话，我太亏了。确实有点亏。注意一下下面辅助吧，下回他们家的辅助总油。既来之则安之。想跟我打的话是可以打的。车你都不补啊。排骨太难受了，太难受了，我打得很凶，打得太急了啊，我打法就是打得很凶，得需要有个队友跟，慢慢的，现在优势很大，我要扩大优势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家那吸血鬼得发育，那你一拉手又短，不行事儿，然后把他杀了。你给我别吃你！能看一下我的红吗？红，可以看。我过来了。塞拉斯、瑞文，哎，三个人，算了吧。算了吧。三个人拉倒，两个人还行。天女有大吗？哇靠，好变态呀、啊！
这个斧头。这把我可能得这么打了。推线太慢，跟他们推线玩。用妖气。前锋，我看一眼，我能来。可以，这都不放他，攒好了，应该死了得了。人的求生欲驱使着我。出来干嘛？我搁里边也没用，我搁里边我也是死。闲聊时间，那来吗？来嘛来嘛，有来嘛。他们家这人回回老差一身血，确实挺难受啊。主要是每次都是对面人多，这个是关键。每次对面都是多个人，多两个，最多一个打两个，打不了太多。推波中。一下四个人，哎呀，我出个复活甲，小龙，俺老孙真笨呐，没了，打得挺快呀，是的，算了吧，等下播吧。俺老孙可会七十二变！啊！哇，这么赚的吗？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坚持一下。他们要去拿上面的，要不一起过去吧？啥？啥玩意啊这？跑得太快了都，追都追不上。这波我要去六星塔的红了，上半区没视野，没必要过去，追中路线就好了。没有大呀，这波。
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他妈千珏移速有点快呀，操了。等下波小龙，下等小龙团。他们应该不会再打大龙吧？现在不能，不能打不了。啊！我操，打的有点快呀。这波我没选择，去了也抢不到。打得有点快，嗯。哎呀，我操，这都能把我晕着，有点生气。别往前上吧，等一下人呢，找人呢，找找找。往后拉着打吧。能顶起来吗？还不脚打？他没闪的哦。他没闪，也不好刷呀。小龙嘛，你小龙，你小龙，我去把上塔推了。啊，怎么样，兄弟？我现在去了，可以。啊，你现在去，但是我现在去龙打不打得掉？这还打不掉啊？对，因为 ADC 复活，他直接往这边来了。中单也是，我看看吧。正常来说打得掉，但是一个人打得有点慢。奶妈过来了。嗯，我打掉了。可以。操，算了，只能说很危险。我不知道那千珏来不来。千珏没大了。哎，你往我这儿来一下，靠一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吸血鬼怎么屁用都没有？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回家了，身上三千八。回家，我也确实，我两千多块钱，我回家了。
吧，得出个十万之五。可以打。他这波上的是不是有点偏早了呀？哇，这 AD。他们打野在我这儿。这 ADC 还是确实太猛，这个新英雄可以。他这波我还以为他上早了，没想到他这波伤害这么高。不追他了，这派克太难追了。打个蓝，这个派克就是个搅屎棍，我跟你说。不追他，千万别追他，追他就上当，根本就不追。等个大龙吧，我把这野区都给他清了。哎，走，可以打吧？打架他们喜欢打就打呗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打一波。这波给了，给了，给了吧。过来呀，这体力活。吸血鬼是真恶心，那该打的时候不打，不该打的时候就搁中路晃的，完事告诉中路打架了呢又不来，这人纯是鸡巴脱节奏。四打五赢了，还四打五赢，纯鸡巴脱节奏，这人是真讨人厌。哎，这每个中单都那么傻逼，不是零杠十一就是零杠六杠五。哎呀，我的天，前期一点用也没有，中期一点用也没有，后期一点用也没有。一波不了，我们大龙吧，还是说一波试一下？大龙吧，大龙吧，大龙吧，大龙。一波不了，都能给你气死。我都已经被气死了。你都已经被气死了，真气人。那可不。还好我这把玩的是强势的英雄，前期比较强势，要玩酒桶前期我又难受了。对，小龙，我直接跟你去吧。来吧，快来，来来，往这走了，往这走了。这波，我这个乖乖打不了，算了，走了，太慢了。哎，慢了，这我就得回家了。哎，这裂纹什么意思啊？得跳弹吧？这能杀兄弟？这不行，这必须得追死。今天怎么的也得追死。哎，完了，俩擦肩而过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本来都蹦过去了，他给我弹下来了，不推下巴那就。不过他有闪，没事，他交闪，饶他一条命。你咋那么狠？你咋那么狠？你为啥敢往上跳啊？这个派克怎么这么大呀？他出的钢铁合计，不知道，看着有点怪怪的。再打吧，哎，打的我们肩膀都疼。
了，一波了，来了，一波吧，一波。要你们4000块钱。真就是把把四打五啊，太难了，真太难了。你就说这吸血鬼到底他妈有什么用？这吸血鬼，我都不知道他这一把游戏到底干了啥。我他妈一个人，我告诉你他干了啥。他在中路吸了两波兵，上上路吸了两波兵，游戏结束了，一共吸了两波兵。我是感觉我又打野又打中路又单，毛用没有，完了还得发育，然后就打团还不来。我们打团他就去吃我的 F6， 兄弟。